家好，欢迎回到 Mark TV。 楚乔传的热播让剧中的很多主演们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小编要和大家介绍的这部新剧《治愈者》，制片人已经在微博公布该剧的男女主就是来自目前热播的《楚乔传》中的燕洵和小琪。大家会不会对这个组合感到很新鲜呢？值得一提的是，在《楚乔传》中被无数网友称为大变态的宇文熙，以及在《择天记》中高冷的秋山君也有加盟参演此剧哦。这样的阵容，不知道大家在看剧的时候会不会穿戏呢？在《治愈者》这部戏中，窦骁将会出演精神科医生严树人，而苗苗饰演的是女主孙树，主要讲述了精神科医生树人在研究生学习期间邂逅了美丽大方的孙树并爱上了她，但是两人的恋情却遭到树人母亲的极力反对，最终两人分手。孙树决定远赴德国留学。八年后，当孙树从德国留学归来，又再一次与树人相遇，两人决定释怀对之前的种种误会，并携手一起治愈了许许多多的心理疾病患者。好了，上面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新剧《治愈者》的主演和主要剧情，大家期待这部新剧的播出吗？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还没订阅的观众赶快订阅我们吧，订阅是免费的呢，我们会不断上新更多精彩的视频给大家。那我们下回再见啦，拜拜。